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区别有哪些呢？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定义上的区别。地级市是中国行政区划之一，行政地位与地区、自治州、盟相同，属于地级行政区，由省、自治区管辖。因其行政地位与地区相同，故称地级市。县级市是中国行政区划之一，行政区划级别与市辖区、县、自治县、旗、自治旗、林区、特区相同，属县级行政区，因其所含区域行政地位与县相同，故称县级市。其次，我们来说一下数量上的区别。截至2019年10月，地级行政区共333个，包括293个地级市、7个地区、30个自治州、3个盟。县级行政区共2845个，包括963个市辖区、382个县级市、1329个县、117个自治县、49个旗、3个自治旗、1个林区、1个特区。最后，我们来说一下机构上的区别。地级市政府机构名称包括地级市人民政府、地区行政公署、自治州人民政府、盟行政公署。县级市政府机构名称包括市辖区人民政府、县级市人民政府、县人民政府、自治县人民政府、旗人民政府、自治旗人民政府、林区人民政府、特区人民政府。您知道了吗？